你们啊，是不是每一个人都想要变美，想要变好？但是啊，都会女生们，七七老大其实知道啊，你们每个人都很忙，没有多余的时间啊，或者不知道如何开始。所以哦，今天七老大帮大家设计一个一周女神养成术。在这个系列当中啊，我会教你们七件事，从美腿啊、瘦小脸啊、瘦白白袖等等，一天啊花不到你十分钟去做，你啊立刻有感，绝对啊会从路人转身变女神。今天第一集就是大家敲碗已久的、最有效、最天然的小脸紧致按摩术。Yo, 大家好，我是七老大。其实啊，现在是早上的七点钟啊，老大才刚睡醒啊。因为昨天晚上跟小黑去吃热炒，喝啤酒喝到迷迷冒冒，所以现在啊脸有点肿，眼睛很泡，所以正好哦，就是今天把欠你们的小脸按摩术拍给你们。只要啊这样花五分钟去按摩，小脸是立刻有感，可以瘦小脸，还可以让脸部提拉提拉，比提拉米苏还大。只要你持续乖乖啊去做，瘦脸小脸的效果啊比开啊美颜相机还强。来，我们啊现在就要开始喽。首先第一步就是啊抹上精油，什么婴儿油啊、荷荷巴油、坚果油其实都可以。好，反正你去试啊，哪一种油你不会过敏你就用哪个。然后啊精油啊切记不要省哦，你不要干干的给它这样按摩啊，拉扯就会产生细纹哦。然后啊按摩我们选择这一种啊刮痧板以及拨筋棒啊，我认为啊它的效果会比徒手去按摩啊效果好五倍以上。然后啊你选用这种石板的或者是水牛角的，它效果都比亚克力好。老大喜欢用的是这种 S 型的，还有这个半个太极型的哦，还有这种棒状的等等，你们就会看到它各自的功能哦。你不要说要跟我买哦，老大没卖哦，你去夜市啊虾皮都找得到，自己去买。好，我们现在就开始按摩咯。以下有十个步骤，左右边脸你都要做，做完一次大概只需要五六分钟啊，效果就会非常明显。前面三个步骤你记好，就是顺着三条线去刮。来，第一条线是哪里？叫做我们的嘴唇正下方这个穴道叫沉降穴，然后到我们的耳后叫做翳风穴哦，这样子顺着它去轻轻的刮，单一方向就好，顺着经络，你不要来回的撸，像这样子哦，轻轻的去做它十五下，然后你选用的啊，不要是用尖端去刮，用这一个地方去刮，好不好？像这样子的刮痧法，每两天你可以啊，轻轻的去做，它效果会很好。平常你都可以用啊，脸部过敏的时候或痘痘爆发期，你就暂停去使用它。好像这个动作，第一条线它就可以啊，去紧致提拉你的轮廓线。好，这个第一个动作啊，你要好好的去做啊，你知道吗？男生的这个线条感很明显的话，是非常帅气的事情，女生也一样啊。一边啊还可以去放松你的咀嚼肌啊，让你啊不要是国字脸，好好做这个动作。第一条线做完了，我们现在做第二条线，是我们嘴唇旁边这个地仓穴到我们的小耳朵，叫做听宫穴，一样是去做十五下。这个东西对于啊年久失修的嘴边肉啊，整个垂下来的那个是非常非常的有效，尤其啊现在啊我们的过三十岁的人们啊，你真的要去做，不然啊整个下垂就是非常非常的难看。轻轻的去做就好，你不要还刮出红线来啊，刮完之后去上班，老板以为你家暴。第二条线刮完了，第三条线是从我们的鼻子旁边，从这里的迎香穴到我们的太阳穴，你记得闪过苹果肌，这样子去做十五下。它可以帮助你啊，鼻子眼下的这个血液循环，所以啊，对于消除水肿、消除细纹很好。好，老大在之前的影片有说到啊，你啊，人只要啊，随着年龄一增加，胶原蛋白没有，脸就垮下来了。哦，你啊，结缔组织不紧实啊，肌肉松弛掉了，你脸就会凹陷。你脸一凹啊，只会去医美，就走上一条不归路喽。所以啊，这种啊，天然的刮痧手法，你是绝对需要学起来啊。再来第四步就是啊，消除我们的双下巴以及轮廓线的紧致。我们用的是这一个，直接去抵住你的轮廓线啊，然后开始往上拉，然后到耳后的时候往下，顺着淋巴的方向去走，一
一样也是15下，你好好的去做啊，做完之后你就会发现啊，你轮廓线啊变得很清楚，整个下脸颊它都会有所提升。老大每次起床的时候啊，脸都会非常的水肿啊，所以我认为这一个动作对我是帮助非常大。再来啊，我们再次用回 S 型的，就是啊，我们全脸颊的上提15下，然后选择这个凹面的话，跟着你的轮廓，下脸颊的轮廓，全脸颊这样子往上提升，一样也是轻轻的就好，15下。透过这样轻轻的给它刮痧哦，你气血循环好，你脸就会很红润，然后整个代谢变好，你水肿就会消失。这个动作很厉害哦，会啊增加胶原蛋白啊，还加强你结缔组织的连结，脸就会变成蓬蓬的啦。好，搞定了。再来下一个动作是啊，苹果肌的回复，就是一样选用这半月形的，然后我们啊抵住苹果肌，然后轻轻的头往下，维持10秒钟，这样子算一组，这样啊就会把你松弛的苹果肌啊，让它复位做三组，你苹果肌很明显你就变成了不二家的妹妹。好，像这样子啊，脸部的按摩已经结束了，你们可以看看啊两边的差别，然后皮肤的紧致度，还有啊苹果肌的位置啊，嘴边肉的位置是不是啊都有一些提升。我们完成了脸部之后就是眼睛咯齁，第七步就是啊记好5个穴道，我们要啊去开眼穴，眼头的睛明穴，眉头的攒竹穴，眉尾的丝竹空，眼尾的童子髎，以及眼睛下面的承泣穴，这5个穴道啊像这样子哦，分别去按摩它10秒钟，轻轻的就好，轻轻的就好，像这样就做给你们看就好。它可以啊帮助眼部的循环，消除眼睛的水肿。再来啊，第八步就是啊，我们针对于我们的黑眼圈啊，或者是一些细纹，我们要进行眼部下面的按摩，像这样子轻轻的用我们的拨筋棒画圆的去按它，像这样子就可以淡化细纹哦。我们轻轻的做这个动作，我们做10下。好像你们刚睡醒的时候啊，眼睛肿得跟青蛙一样的，你就好好的去按摩它。我用这样平的或者是画圆的方式，我基本上我会各5下，眼睛会比较亮，水肿会消失。所以这个动作要好好的做。再来就是啊，用 S 型的开始啊，提拉紧致眼周啊，我们先做上面哦，20下，这个一样也是哦，轻轻的去往斜上去做，去提拉哦，但是不要扯哦，细纹会跑出来哦，像这样子哦，其实不用哦，非常慢的快速去做。你们如果习惯的话，其实这一套按摩啊，它速度是可以蛮快的。所以其实你们不只是可以早上做，其实这个晚上做它也蛮适合的。好，换眼睛下方，好，眼睛下方就顺着下眼皮这样做，一样把它轻轻的往上带，其实带的时候可以稍微往后带一些些。好了，我们现在右半边脸已经完成了，给你们看看是不是啊？明显啊，这半边脸啊比较提拉，眼睛比较有神啊。接着我们继续完成啊，左半边的脸啊，其实啊它的步骤都一样，所以我们快进处理吧。好，我们就搞定啦。最后一步啊，就是啊我们的抬头纹啊，抬头纹你就啊像这样子轻轻的往上刮，其实就可以了。所有的动作你记得啊，是往上提拉就 OK 啦。好，这样就搞定啦。你按摩前的时候记得拍一张照，然后像这样搞定之后拍一张照，你两个来比对看看，你绝对看得到效果。然后这个时候啊，你就用洗面乳啊，把我们的脸洗干净，就完成保养啦。如果你还想要更紧致更好，你就可以喝啊利水除湿的茶，这样啊消水肿的效果啊就会超好。准备的材料有啊荷叶、薏仁、黄芪、茯苓各3克，以及玉米须6克。用600cc 的水去煮啊，小火滚了再煮10分钟就可以喝啦。自己啊可以去中药房买。如果啊嫌麻烦啊，或者去外面买你觉得不放心，你也可以啊去买啊老大帮大家调配好的拉贝清爽薏仁茶，超方便超简单啊，又安全又有效。这种刮痧的方式去按摩啊，它不只对瘦脸有用，瘦腿的效果也真的很好哦。下次啊我再拍一集啊刮痧瘦腿的特辑给你看。来，你有多久没有啊花5分钟好好看看自己啊，这些年啊经历了风霜历练之后你变成什么模样。
不只是外面的东西也啊，利用这短短的五分钟，好好看看你的心吧。变美啊，它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，但只要你愿意啊，每天短短的五分钟啊，你就一定有大大的改变。加油啊，坚持下去啊，让自己变得外形更美，也让心灵更加的喜悦。我是七七老大，以后你可以一边按摩一边把这支影片打开来，老大陪着你变美。一周女神养成术，我们下次见，爱你哦。不是啊，那个妹妹脸颊红红的，那是名字吗？啊，不二家啦，讲错了，对啊，好，变成张君雅，不是不二家，不好笑。